绝招一，台风天淹水，就要讲水乡泽国。绝招二，只要有土石流，就要讲楼长寸断。绝招三，遇到地震就要说此为正常能量释放。绝招四，只要股市变绿，一定要讲喋喋不休。绝招五，抗议活动其中途一定都是警察打人啊。绝招六，出国比赛两金牌就是台湾之光，如果输了就是把你忘光。绝招七，自己下班新闻就推说那是网友讲的。绝招八，遇到大选就要说这一战世界都在看，根本是往自己脸上贴金。绝招九，青少年犯罪就要很笃定的说这是沉迷电玩。绝招十，犯罪那是计价的，那就是个人行为，与本台无关。靠，都给你讲就好了。